南韩女星驯养2020年因健康恶化休息了近半年的时间，日前终于以主打歌 I'm not cool 回归乐坛。不止歌曲本身受到讨论，就连她在 MV 打歌舞台上的服装造型都引起风潮。日前一位美妆博主拍摄了仿妆影片，相似程度让大批网友赞叹，就连驯养本人都现身认证，引起热议。日前该博主拍摄了一段驯养新歌 I'm not cool 的仿妆影片，只见他照着 MV 里的造型，将发型整理成短刘海，搭配双辫子，配上华丽的项链与黑色蕾丝水组手套，粉红色的眼妆上还有亮片点缀，最后擦上桃红色的口红，各种细节都模仿得相当到位。不仅如此，他也将自己仿妆后的照片贴上 ins， 超高的化妆技巧加上肢体动作，每个角度都跟泫雅十分相似，让大批网友看了都赞叹连连，纷纷留言根本是复制粘贴，可能连泫雅自己都生不出这么像的人，走在南韩街头可能会被包围的程度，实在太像了。就连泫雅本人看到都忍不住点赞认证，立刻掀起许多粉丝热议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